快。继续切，直接双手吗？嗯。咦！好的，快好了。嗯。好。是不是太多了？糟糕！噔噔噔噔。水饺味。男人味。真的，你看，好厉害啊！你看它黏住了。哦，很黏哦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很大泡。这个，希望不要黏住。这个会不会太重？不会，我跟你说了，就是。妈妈都这样，妈妈叫你不要贪心了。我没有包很多，妈妈就沾点水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这样对折，然后这样捏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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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捏。啊，看起来好好吃。然后它会让它比较好看，像元宝嘛。然后这样，这样。哦，馄饨，这样，哎。任何的花样哎，我不喜欢花样，我喜欢单纯，真的，对，难怪你们爱我，你倒是没有花样，我很单纯，是啊，最单纯，你的优点，对啊，单纯，单纯的英文是什么 ？Stupid。你下了，嗯，小心小心。轻轻的啦。哦。你要几个？要一百个。你要一百个？那十个。宝贝。嗯。你看，我在装蒜。你好奇怪。不要烫到哦。好。烫到你耳朵。我喂吃。你要吃几个？一百。没有那么多了。一百。等一下，最后一个。
两次吗？嗯。你有吃饱吗？你还饿？嗯，没关系，我准备一些东西给你吃。算吗？带宝贝来，浪漫别哭。这里会有做中途的一个服务，然后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啊，店家就会让可能有机会成为他们的领养人的一些朋友来这边用餐，然后跟他们互动之后，如果喜欢这些猫猫跟狗狗，他们就会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去做家访。那我看到猫，我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吗？不行，我喜欢，为什么不能？因为我们还要评估你适不适合领养这只猫，会不会让你领养之后反而受到伤害。那如果我来这里，我可以被领养吗？嗯，你已经被我领养了。可是我想要换人。不行，不能换主人，因为当你选择了猫猫或狗狗或是你，就是一辈子的事。所以你一辈子都只能五个换出来。任何的花样，我不喜欢花样，我喜欢单纯，真的，对，难怪你们爱我。你倒是没有花样，我很单纯。是啊，就单纯，你的优点，单纯。
单纯的英文是什么 ？Stupid。